不是都做不到全职什么的。会有加个不一样，也挺长的，180吧。那长什么的？我说看牙膏，我上了这么多吧。牙膏是跟它不一样。对，它的宣膜牙膏，而且还有其他合作伙伴，你给它用。就这里搞一下，那里搞一下，还有看心情。今天问人家预约，然后给他集合，而且我们在哪个地方联系？本次列车终点站泾河。然后又问他讲，就是那会检查完180啊。我当时就完了，然后就是要不然人家一次，然后那个男的两天都还没来，他就后来又跟我说他不干了，后来我就想他不干了，然后他就不干了。这地方便宜吗？它是最便宜的还是什么？它不能出到什么资的？应该是吧，但是我当时不晓得那个品牌就已经第一个出现，它看上去效果怎么样？哦，它就没，它可能蛮新的，对吧？它好像就是这个嘛，它还是我的品牌，可能洗了，对吧？因为我都没有品牌，那个太牛逼了，洗了。你看我在又去买一个，那我们再没出来的了。哦，那麻烦了，觉得。啊，自己旅游啊。那你之前在地方店，我看发的。我那个店应该差不多，但是我真的厨师那200块钱我也不想花了，花那个店，因为我的妈的。就是当我花一千用了四次，就不行了。没。所以说不能去卡，你看我之前都在其他地方店也都花了。本次列车终点站泾河，请站完扶好。下一站大桥客运线。我还有一个按摩的，我用完了，我用完了。我两个花样用完了，我两个花样用完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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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两个花样用真的，而且它是个颜色的，是的，真的挺想买的。就是真的有些心脏好，有些心脏少了，我觉得真的不好使。差不多吧，我觉得挺好。你就过年的时候来，过年的时候不能搞了人的，过年搞了人的。它毕竟是个公共场合，而且又是那里要退衣服，反正是那种。会退衣服？要洗衣服呀。如何退衣服就是？要换他衣服呀。我换了，我在我那个那个目的地方，我换，哎呦，还有那个专门前方到站大直那就不换就好了嘛，它不是保险吗？不是保险，但是保险那你那个床单还有么子那个？大直服务到客运站六号线。那人家不洗，那人家不洗。我也要吃，我要把钱花，我要把钱花完了。你为什么要说这？我也是投了，我也是投了一类的那个目标来。秘密。那个前面的时候嘛，就是要用那个的。
哎，这没得时间用。我坐大货要用啊。哎，不然我卖，不然我卖不允许。下次你明天还有事找我来，哎，你明天可以找。你哪里去的？明天哪里？明天哪里？我去。交通六号线，本次列车终点站东风公司，请站稳扶好。下一站江汉路，可换乘二号线，开左侧门。有到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乘客，请提前坐。
好下车准备。The next station is 江汉在本站下车。江汉路到了，可换乘二号线。We are arriving at 江汉 Road。交通六号线，本次列车终点站东风公司，请站稳扶好。下一站六渡桥，开左侧门。琴台，六号线，本次列车终点站东风公司，请站稳扶好。请为老弱病残孕和其他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。下一站周家村，可换乘四号线，开左侧门。The next station is 周家村。Passengers are transferred to Thank you.
翅膀。我要来的。好，身边的老人、小孩，携带大病医等有需要的乘客乘坐车时，